第十一题咯，以下边一个边一行啊，唔系中世纪团体教理讲授嘅特征。头先我个背景俾大家知道一下咧，由中世纪开始咧，婴孩洗礼普及啦，成人洗礼入教式微啦，成个入教培育啊时期乱晒龙啦。咁当阵时靠培育咧，就系靠叫做今日我哋简单啲嘅团体嘅教理讲授，靠个环境，靠个氛围啊，去影响啊周围嘅人吓。聖堂啊，或者嗰、那個我唔好講咁多啦，咪冇得猜啊嚇。咁咧就邊一個唔係中世紀嘅，用一個氛圍，用一個環境咧，喺所有紫色嘅部分呢度咧，都係教會嘅範圍嚟噶。即係所以成個氛圍一出生喺世界已經係屬於天主嘅仔女噶啦，唔使培育噶啦，成個環境都已經嚇包住咗嚟啦，所以唔需要即係慕道。冇咗都唔緊要啊，都生存到啊！依個係少少嘅提示。好啦，邊一個唔係咧？第一 A 宗教社會化 ，B 教理講授嘅真空期 ，C 本督會隱修團體係負責咧青年信仰培育嘅角色 ，D 家庭教理、民間教理同埋主日講道嘅盛行。不是啊，邊一個不是？中世紀的培育誒團體教你講授特色，好 ，tick 咗未啊？揀咗未啊？圈咗未啊？圈咗啦嚇！啊，答案係 A for apple。如果你哋填 A 咧，咁你哋真係六零都咁講啦。你哋咧係要回歸嘅，一定要回歸大陸住啊！大陸嘅宗教政策就係宗教社會化，將成個宗教以社會嘅模式去。配合到就生存到。咁嗰陣時期咧，正式咧係叫社會宗教化。嗰個中世紀嘅培育咧係社會宗教化，成個社會咧以宗教嘅模式信仰咧係去營造個氛圍。所以咧，如果呢個字兩個字搞錯咗咧，就好大嘅問題啦。啊，而家我哋嘅中國啊，就係走緊一個宗教社會化嘅啊。的方向，但是中世紀成功培育，就算不講道理都好，教你講授真空冇問題，冇問題。我哋所有街道啊，所有嘅慶祝啊、慶典啊，都是教會噶啦，嚇、啊、有好多聖堂喺度，本督會、隱修院，誒、冇人識教唔緊要，嚟隱修院學識團體生活，彼此尊重、團居、祈禱、倫理道德啊，學識咗之後咧，大個啦，你要唔要做隱修士啊？做就留低，唔做咧就出去。繼續咧 去生活嚇、啊，隱修院教你點樣去生存，點樣去整曲奇，點樣去釀酒，點樣去做農田嚇、啊，祈禱、人格、生活全包嚇、啊。隱修院就做呢個咁樣嘅角色去教育嗰啲人民嚇、啊，人民好低落啊，信仰啊，唔識知識好低落啊，所以係靠家庭嘅教理啦，同埋有啲嘅民間教理、七字教理咧，所有教理變成七字啊，容易去記得啊。咁咧，跟住咧就有主日講道啦，嚇冇人去教導你啦，神父嘅講道成為一個培育教友嘅機會。咁唯獨係 A 咧，就係、是、有啲考你哋嘅就係社會宗教化，就唔係宗教社會化。咁啊 A 咧就係錯嘅。OK， 好啦，咁跟住咧呢度邊一個係唔屬於社會宗教化嘅培育模式啊？頭先俾啲 tips 大家噶啦，邊一個係唔屬於 A 講論聖人嘅故事？B 靠聖堂的壁畫慶節 ，C 傳道員的教理學校 ，D for dog 七字教理本，有些書是七字教理的、好了，答案是剔咗啦，嗬？答案是乜嘢啊？是 C 啊 ，C for cat 啊，因為我信仰低落，我邊有教理學校啊？邊有傳道員啊？所以培育人的信仰是靠什么呢？靠譬如说屋企人走在一起怎么培育啊？讲一下啲圣人故事啊、古仔啊，是吧？吃完饭啊，一起祈祷啊，听到正好打钟啊，一起念三钟经啊，今天礼拜什么节目啊？哪个结婚啊？哪个领洗啊？参加。有宗教剧啊，去看咯。哇，我今天好多假期失业，没事做啊，不要去朝圣啦。
全部啲活動啊，民間活動都係同信有關嘅。一出到去啊，街頭嘅名字全部都係教會嘅名啊，每一個人出生都係有個姓名啊，有個聖人保護住你嘅。連啲土地啊，啲主教咁多土地啊，都係教會嘅。所以你嘅工作咧，一定要主教祝福，同埋咧係要主教咧去主教地主啦嚇，可以話。但同時咧，佢哋亦係會喺教會嘅範圍入邊咧，係可以揾到佢嘅工作，同埋得到一個祈禱啊、祝福咁樣。咁所以成個信仰生活都係咁樣。咁唯一一個培育咧，就係所謂七字教理啦。七字教理係乜嘢咧？就將所有嘅道理都變成七。咁而家問題啦，十三題就問啦：以下邊一項在民間教理書入面不屬於七字教理的內容呢？不屬於七的。 A 七德行有沒有呢？想想了。 B for boy 七善功，神哀經、迎哀經是七。 C 七真福，七個真福。 D 七先知，哪一個是錯的？好，答案就是D for多七先知啦，因為我有十二先知、四大先知，邊個七先知啊？咁你又唔係喎？我哋聖經有真福幾多端啊？真福幾多端啊？點解佢話七真福嘅？就係當陣時咧，為咗幫助啲人記得嘅道理咧，有一個叫做聖維多咧，佢係夾硬啊！我係用夾硬嘅字咧，係將真福八端變成真福七端嘅嚇，方便記得嘛。咁仲有好多七字嘅道理嘅，咩七字啊？聖神七恩啊嘛，七罪宗啊，所謂七字教理。咁嗰陣時咧，係方便啲人咧去學識嚇、去學懂啊嗰啲信仰啊。七德行係乜嘢啊？就係、是、三個超性德行，就係、是、信望愛三德；四個人性嘅德行係智義勇節，係嘛？咁呢個就係七德行咯，咁樣。咁啊七善功嚇咁樣。咁所以咧呢度咧今日教你咧呢、這個簡篇咧都有已經寫咗嚇，慈悲蓮咧特別好強調慈悲善功啊、七善功啊。所以今日咧係教會冇勾到嘅，即係繼續有用呢一個道理去講。咁七德行咧都好重要啊！你問我今日咧，我、香港嘅形勢反省下啊，我哋今日教呢道理有冇用？有用，絕對有用。人性德行嗰四個咧，係可以通過訓練、學習咧，慢慢培養出嚟嘅。超性德行係要天主嘅恩寵俾你，你先至有能力去回應嘅。所以信望愛咧就係超性德行。咁剩翻四個四輸德，輸唔輸得你哋？邊四個？智慧、正義、節制。自義勇德，咁啊香港啊好夠勇德啦而家嚇，智德唔知道嚇，係咪一個最好嘅方式咧？咁啊自義義啊，我人嘅正義 OK 義德，咁但係咧我哋嘅節德，我為我反省啊，我覺得節德我哋今日唔夠嚇，節制上網傳信息啊。口舌啊，忍耐唔到啊，節制唔到啊，食嘢節制唔到啊，好多嘅慾望，咁可能呢啲德行原來都係幫緊我哋咧去反思翻生活，即係唔使一定去到一個信仰好深嘅層次，原來啲教理咧都已經一點啊一點即應啊，即係可以即刻咧係去學習到，提醒翻我哋嘅信仰嘅特色。咁呢個都係中世紀嘅培育啊，簡簡單單又好實際嘅。咁另外十四題就問啦，以下邊一項唔係中世紀出嚟嘅教理培育取材呢？唔係嘅， A 咧就係十二世紀開始啦 ，A 咧就係多馬斯嘅教理講道 ，B 咧就係施主篇啊，一靈修嘅著作施主篇啦 ，C 就係聖母經 ，D 咧就係聖經嘅教理講授集。邊一個唔係十二世紀中世紀啦嘛？人民嘅知識唔係好叻嘅啫喎。咁唔係用嚟作為培育嘅，唔係嘅，邊一樣？圈咗未？第十四題圈咗未？圈咗未？嚇！圈咗我講答案係咩啊？係啦 ，D for dog。點解你咁諗到 D for dog？ 點解咧？咁深咯，中世紀咧冇人有聖經噶，有冇人識抄羊皮卷？又未有印刷。聖經的教育是很不普及，沒有啊。
咁係靠咩咧？多馬斯咧，大家如果讀神學有神學大全係嘛？咁但係其實佢都寫咗教理講道嘅喎。佢嘅一陣我講一講佢嘅教理講道嘅特色啊，好好啊。施主篇咧，呢本書原來係隱修士嘅教理教材嚟嘅，因為教理可以對隱修士培育，可以對平民百姓，亦可以對私度，可以對教友係嘛？嗰陣時有啲私度嘅培育教材嘅。聖母經咧，知唔知點解用嚟作為教材啊？聖母經分幾多部分啊？兩部分，第一部分就係嚟自聖經啦，係嘛？第二部分點念啊？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阿們。原來這個聖母經的第二部呢，是來自中世紀的教理的模式，因為呢當時那些人呢需要就是悔罪啦、悔改啦，還有臨死之前一個叫做醫院牧靈，醫院牧靈是中世紀開始的，那時候就特別祈求聖母的時候呢，加多一段呢，就是加個求聖母為他們轉土，為病者轉土，和為亡者能得到安息的一個祈禱。那所以呢那時候就出了聖母經的第二段，是來自教理的，後來用了它來做教材。OK， 好，這個我去第四啊，這個多馬斯的教理講道呢是怎樣來的呢？剛才講緊呢，奧斯定呢有三德，哪三德啊？信德，信德是教什麼啊？教信經。 OK， 望德，天主經，愛德，愛主愛人十戒。我哋覺得天主教教理好似仲有一個冇咗喎，少咗邊度啊？少咗乜嘢啊？少咗邊一部分啊？有信經，有戒命，有祈禱，少咗乜嘢啊？禮儀同聖事啊！奧斯定嗰啲教父話唔使啊，禮儀聖事識奧奇教嘅。咁多馬斯就唔係，佢就話我提多一個禮儀都好嘅，四大支柱仲漏咗禮儀。禮儀點嚟噶？佢話禮儀就係嚟自信經入面，當我念到我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的相通，這個諸聖的相通呢，就是在聖體聖事內，在其他聖事當中呢，我們恩寵的彼此相通，彼此去、在主的恩寵內呢去結合為一。所以呢七件聖事呢就是由信經引申出來的。所以為什麼今天的教理有四大支柱呢？就是多德、奧斯定和多馬斯，四大支柱是他的教理講道那裡有這四大支柱。這個就是一個歷史帶給我們的今日教理，離不開四樣信仰的寶庫或者信仰的內容，是人所宣認的信經，是人所祈求的天主經，是人要實踐的十戒。好，第十五題了。第一本教會有用教會，或者我用這個題目好，第一本有系統的教理書是哪一本呢？是哪一本？第一本、A 羅馬教理書，特倫多大公會議的羅馬教理書、啊、B 就是馬丁路德的教理書， C 就是聖博敏、台灣、聖博敏神學院、Bellarmine 聖博敏的教理書。D 就是要你問答小教理，第一本的教理書是哪一本呢？今天講講這本是第幾本、啊、這個天主教教理、啊、但是之前那本、啊、OK、填了沒有、啊、填了，答案是什麼、啊、B for boy、啊、天主教呢很笨的、啊，第一個想起呢，我要培育啲人啊，我有一個新嘅意念啊，使人去跟隨一個正確嘅道理。今日教會好多腐敗㗎嘛，馬丁路德呢其實係一個導火線呢，使到佢呢要革新教會啊，最初啊要改革。咁好多道理呢都係偏離咗嘅，同埋迷信咗啊，或者有啲道理呢唔清楚。佢重新去第一次呢將奧斯定同埋多馬斯嘅四大支柱呢重新編排過，咁呢通過教理書嘅時候呢就可以培育啲人了解啲正確嘅道理。佢本來係咁樣嘅心意嚟嘅，但係佢嘅教理書呢就帶嚟咗教會嘅分裂。咁所以佢出教理書啊，你做初一，咁教會就做十五啦，係嘛？我就開個大公會議，唔單止釘咗你嗰啲教義啊，話你有偏差，我教會都學你，我又出一啲教理書。咁所以特倫多大公會議咧就出咗，就決定出一本教理書。嗰本教理書咧就係羅馬教理書。馬丁路德第幾世紀嘅？十六世紀啊，第十六世紀。咁呢本羅馬教理書咧就係1566年出版嘅，1566年啊。
係差四十年嘅啦，已經嚇四十五年，好慢啊！咁但係咧，馬丁路德出現之後咧，第一個最激動要對付馬丁路德嗰啲教義咧，就係耶穌會，所以佢創立耶穌會啦。跟住有好多耶穌會士，其中一個聖博敏啊，佢就出教理書。咁嗰本教理書咧，就亦係跟住羅馬教理書咧編寫嘅。咁之前有好多耶穌會士都出教理書嘅，咁由嗰一刻開始咧就流行所謂要理問答啦，因為係馬丁路德第一個咧用問答方式去出教理書，佢聰明到咧政府官員出一本，青年出一本，成人出一本，老年出一本，咁啊佢諗得好周到啊！出一本咧要幫司度嘅就叫做大教理，係咪啊 ？Large Catechism 大教理，依個馬丁路德嚟嘅呢個啊。大教理就是幫司讀的，咁幫啲教友啊、父母咧就出本小教理啊，父母咧就長啲嘅道理叫長教理，小朋友咧就叫做短教理，咁啊大小教理有長有短，咁啊教會根基幾乎咧就學咗佢嘅啦，就係嚇咁啊羅馬教理書係大定細啊？係大噶，為司讀為。教會嘛，但希望每個地方教會都按住佢哋文化需要、教友嘅特質去出一本地方嘅小教理書。咁當陣時咧，聖博敏嘅小教理書咧係叻到咧係出咗60個翻譯本，因為當陣時啲地方教會唔識編小教理書，點去培育啲啊父母啊仔女？用佢做版本啦，就好似今日點啊 UCAT 啊。Ducat 啊，喂，呢本咩書嚟噶？呢本係地方教理書嚟噶，不過冇人識教青年啊，啲方法好悶啊。教宗啊，方濟各同埋本篤十六世話印啦、啊、印啦、啊，每個地方都印啦、啊，翻譯啦、啊。當陣時咧，聖博敏嘅教理書就係一樣啊。咁所有咧天主教嘅第一嗱、啊，你可以話我孫登咁問嘅，好衰我，即係第一本教理書咁啊，係馬丁路德啦。第一啦，天主教嘅。第一本大公會議定的教理書咧，就是羅馬教理書。其實都啱嘅，馬丁路德出教理書的時候咧，佢係天主教的奧斯定會的神父嚟嘅，所以佢其實是第一本教理書是真的，不過佢最後搞成分裂咧，大家就即係覺得佢啲道理唔啱啊，教會應該有一個嚇、啊、有個譜啊咁樣。好啦，唔知道大家有冇依一本書呢，我哋嘅要理問答邊一年出版嘅咧？中國嘅要理問答地方教理書係1924年。1924年咧，中國出第一本教理書喺上海會議啊。當陣時咧，亦係以中華聖母作為我哋嘅主保啊，開始有啊一個會議，好重要嘅會議。其中一個要決定咧，中國自己有一本全國嘅要理問答。咁佢嗰四個部分嘅系統啊，係跟隨邊一本教理書咧？都是四個部分，但是它次序有點不同的。那它的次序是跟哪本教理書呢？ A 羅馬教理書， B 聖博敏的要理問答， C 德國特哈伯的教理， D 霍多比約十世的長短教理。得個名字，得個聽字，估的咋。啊、如果你哋明白就唔使買書咯，係嘛？我就係唔明先好嘛，唔明先有吸引去買書了解嘛。答案係 C for cat， 因為咧羅馬教理書嘅發掘嗱，念嘅要你問答都有資格答啊。頭先舉手嗰啲啊，羅馬教理書同今日天主教教理咧，第一卷就係當信嘅道理，第二卷咧就係依個七件聖事，第三卷就係倫理，第四卷就係祈禱。如果念我要你問答的次序不是這樣的，是怎樣？第一卷是當信的道理，第二卷是什麼？第二部分當守的戒命，第三呢就是七件聖事，最後呢就是祈禱。為什麼會這樣編的？它是跟了德國特哈伯，特哈伯說呢，我們的信仰呢是重要的，所以優先啦，跟住有信咗之後咧，有行為去配合，就係十戒。咁我哋點樣去活出嘅行為呢？係靠住恩寵嘅兩個途徑，一個就係教會入面領受聖事，一個就係靠我哋團體個人嘅祈禱。所以咧，將個聖事祈禱擺喺最後嗰兩個。咁我哋嗰個要你問答咧，中國版本就跟咗佢。
咁但係個內容咧，就係、是、好多係用咗比約十世嘅長短教理嘅，譬如都加入一啲係禮儀年曆啊，加入一啲慶節啊等等。咁啊，依個咧你睇書啦就有噶啦。咁啊，依個第五章嚇。咁我已經講完咗依本噶咯，算數啊！啊，即係咁啊有了解咧，你翻去慢慢睇翻啊。好多謝 Joseph 先喺依個片嗰度啊，再次咁啊，遲啲咧擺上網咧就可以睇住啲頁數，睇住內容咧，再重温你所喜歡嘅嘢。啊，仲有少少嘅未完嘅第五章完啦、啊、好啦，邊個係傳道員主保啊？依、這個英文名咧好流行嘅、啊、提醒你哋啊，英文名我而家用中文啊嚇、啊。傳道員主保，第一個咧就係聖加六包六茂，第二個咧就係聖博敏，第三個聖奧斯定，第四個聖多馬斯，邊一個係傳道員主保？誒，先揀咗先，先圈咗先，圈咗未啊？十七。傳道員好，邊個圈咗未啊？圈咗啦，邊個叫 Charles 嘅舉手啊？有冇人叫 Charles 啊？冇人啊？卡羅咧？卡羅有冇啊？卡羅冇。加六就係卡羅 Charles， 佢就係傳道員嘅主保。點解啊？因為佢嘅舅父咧就係比約四世，就係決定要出版呢個特倫多大公會議嘅教理書嘅啊依、這個。咁呢個就係 Charles， 咁佢咧就委託佢咧去幫手編，同埋佢嘅編咧唔係點解係傳道員主保啊？因為佢唔係靠個腦嘅，係傳道員主保係點啊？靠乜嘢啊？靠去行動啊！佢組織了好多主日學同埋培育班，係幫嗰啲教友咧去回應基督新教嘅信仰嘅偏差。咁所以咧，佢咁前線就叫傳道員主保。咁邊個係教理主保呢？又唔同喎，教理係靠個腦嘅，寫教理書嘅。邊個教理主保啊？係啦，聖頭先有人講啊，邊個教理主保啊？聖博文佢出小教理嘛，頭先話嚇成個傳信部啊，幫佢大量出版嘛。咁所以聖博文咧就係、是、教理主保，傳道員啊，你傳道教導你唔掂咧，就唔該求聖加六。寫教案唔識寫嚇、啊、出書咧，你就求聖博敏嚇。咁、啊、呢兩個咧就係、是、有唔同嘅地方啊。依、這個咧就係、是、聖博敏嘅教理書啦嚇。依、啊、度 OK 好嗱，睇、啊、圖都幫到大家噶，睇下 OK 好啦。依、這個咧比較大家陌生啲嘅，邊一項唔係教理運動，尤其係雲格曼嘅庸文啊，可能你聽過呢個神學家庸文。佢個宣信教理對教理嘅影響，一段時間好長教會嘅時間培育教友咧，都係靠要理問答，特別喺依個由民間教理開始嘅，後嚟發展到馬丁路德嘅改革啦，教會要頂住佢啦，開始啊回應佢啦，就出好多要理問答，由十六、十七、十八，去到十九世紀咧，都係要理問答。但雲格曼開始反省啦，如果要理問答咁叻咁正咁簡單，咁就唔會有世界大戰啦。點解我哋教嗰啲道理都活唔到出嚟？有兩次世界大戰咧，咁佢開始反省咧，要你問答係唔能夠幫到信仰嘅會僵化，要將返去我哋講喜信。咁佢就話宣信教理，宣信咧宣布喜信嘅 good news， 返翻去源頭。咁咧佢就開始教理運動，特別係宣信運動。咁邊一個唔係呢個雲格曼啊？庸文邊一個咧唔係佢宣信教理對教會嘅影響咧？邊一個唔係 ？A 凡二四大憲章嘅寫成邊四大憲章啊？啟示憲章、禮儀憲章、教義憲章嚇、啊、教會憲章同埋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係嘛？好，第二個咧就係要你問答咧，就加入聖經嘅宣信，加入聖經嘅章節去參考。C 咧就係教學法興起啦，有教學方法啦，有我啲 catcast 係教學法嚟噶，啲圖像啊、唱歌啊等等。D 咧就係恢復翻成人慕道同埋禮儀，邊一個唔係佢所帶嚟嘅貢獻同埋影響？不是，填咗未？第十八題。邊一樣？佢好決絕嘅，要你問答唔得就唔得㗎啦。
所以是 be for boy。 因為我發覺呢，後來呢，有些人對與你問答依依不捨，始終都要留有他，你哪裡不得啊，我補那些啦。現在有些未認得有聖經章節，補些聖經上，補些圖畫上去豐富一下他，但是那些僵化的方式就是僵化，始終 都沒有辦法。不過要你問答都是今天教會培育的潮流，因為 You Cat 和 Do Cat 都是用要你問答寫的，但是他問得很硬，答得很正、啊、又有很多其他那些聖經啊、名人的著作在旁邊，有圖畫青年人自己畫的嘛。所以今天問答方式都是教你的主流，只不過你只是背誦而沒有教授，沒有一個心靈的歸依是沒有用的。所以 B 呢是不是他帶來影響？為什麼他影響梵義四大憲章呢？因為他很清楚說明，我們教你的內容和教學的方法是分不開的。喂，四大憲章是教學方法嗎？第一個啟示憲章講聖經，他說是聖經的教授法呢，是從聖經故事、聖經的事蹟裡面帶出喜訊的，是方法又是內容。好了，禮儀憲章是方法咩？講禮儀喎，禮儀係點啊？係講儀式、標記、經文。經文、儀式、標記就係信仰內容嚟噶啦。你咁樣去講，咁樣去祈求，就咁樣實現噶啦，分唔開噶嚇。咁 啊又係喎。咁啊，第三個咩憲章頭先話？教義憲章，信經嘅信條。當你念我信唯一的天主創造天地萬物嘅時候咧，你嘅生活係咪真係相信天主創造一切？如果你相信，為什麼你這麼怕死？為什麼你不相信他眷顧？你相信為什麼你浪費了周圍的資源、啊、即是每一個你的信經的信念呢，就是我們對人生觀 的生命。所以那些信條本身也是一 個標記來的。最後一個就是叫做現代世界目的憲章，倫理生活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是生活也是方法也是內容。所以他說教會的信仰內容和標記方法分不開的，是一個新的一個革新，就不是只有念要你問答，念完就等於你信了，不是，要將它生活出來的。好，跟住啦，教你好啦，以下合都範義啦，現在開始就到這一本了，教會訓導了，去到教會訓導了。好啦，佢就話哪兩個文件是梵二大公會議指定要頒布的，要出版、要編寫的，在大公會入面。好，第一本就是教理教授指南和天主教教理，第二本就是成人入教禮典和天主教教理，第三本就是教理講授指南和成人入門聖事禮典，第四本就是教理講授指南和要編一個新的要理問答。哪一個是梵二大公會議在會議裡面講明要頒布的呢？圈了沒？哪兩個文件？你看圖就有答案的了，送分給你的，就是教理教授指南，這個是1971年出的，這個是1972年出的，成人入門聖事禮典，回復教父時代的四時期三階段。這兩個文件呢，都是梵二大公會議63至65年呢指定要編的，經過7年之後呢就編成了。今天這一本呢、你知不知道這本是什麼書來的？很輕啊，這本呢我經常帶身的，這個是河北版，大陸河北版的天主教教理，很輕啊，咁細本啊。咁呢本天主教教理咧，係92年、97年出噶嘛。咁你可唔可以話天主教教理係梵二大公會議嘅教理書，得唔得咁講？呢個係唔係問題嚟嘅？呢個係刺激大家諗啊。你覺得冇問題？呢本書係梵二大公會議嘅教理書，可以咁樣叫嘅，冇問題。舉手睇睇，舉手。咁唔得嗰啲咧？不要騎牆啊，得不得啊？咁叫啊？羅馬教理書可以叫做特倫多大公會議教理書，點解啊？因為是大公會議指定要出的嘛。咁呢本天主教教理係唔係梵二大公會議指定要出的？唔係。點解佢唔要出啊？一陣你要睇嗰本書，就發現咧，教會一個好大嘅打擊。
就是教會曾經出過要出一本叫統一教理書，因為那些教義呢大家哇死了，咁基督新教那麼多問題，後來呢中世紀後期什麼浪漫主義啊、理性主義啊、又文藝復興啊，哇科學世界啊，教會很多問題解答不到啊，咁要你問答呢我們都緊張啊，不得啊，啲地方要你問答太過膚淺啊，不如出一本統一教理書啊，將由羅馬出的統一教理書，是小教理書，統一的小教理書，使所有教會翻譯曬佢，按住佢就唔會出規咯。當時佢提出個統一小教理的時候咧，第一個反對，第一批第有一類人是反對教會出統一小教理，是邊一啲人？你覺得最唔鋸咧？點解羅馬教會要出統一小教理啊？邊一啲人啊？邊啲人最唔鋸啊？主教，主教覺得我是呢個地方教會的主教，是我才能夠決定到我的地方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我出啲乜嘢類型的教會書？呢、這個教會要幾多條規條？教會三規、四規、五規是我要決定的。呢、這個我要培育咩類型的教友？要嗰、那個禮儀嘅四個支柱點樣去編排？是我作為主教，我作為一個教區的負責培育的人咧，才能夠知道點可能由普世教會出一本小教理書，所有翻譯曬要跟住佢去教啫。所以佢哋主教是反對的，反對到咧。每一個地方教會好驚啊，好驚咩啊？好驚普世教會干預佢哋去編一本小教理書。所以點解會1924年中國嘅第一本教理書咧？佢唔要翻譯啦，所有翻譯本啊，之前啊，譬如馬利諾會去到大陸就用馬利諾嘅波提摩美國嘅教理書。哦，係嚟自法國嘅，佢攞法國嘅教理書去中國譯。中國教會我不要了，我現在出我自己的教理書，我出我自己中國教會的教理書。第一，告訴外間聽，你的教理書不適合我們文化，我要負責這個工作。第二呢，就是說普世教會你都不用干預我們中國教會了，我由中國自己去決定我們的教理書。除了中國之外有意大利，所以剛才有俾咗十世的教理書，跟住呢有其他地方呢都有編，開始美國又編佢自己波提摩、巴爾特摩的教理書，因為他們很緊張要鞏固自己的信仰，所以凡爾教會呢哇更新信仰大家已經很震撼了，他不會再提出教理書，他再提他凡爾大公會議所推行的政策大家都反對了、即是你都想想現在我們香港的形勢、政府不敢再亂有什麼條例成立的了，即係平和先啦，唔好再刺激大家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可以理解到咧，凡爾係冇話要出教理書，但係佢出咗教理講授指南嘅譜，同埋咧出咗咧要培育一個教友嘅一個做法嘅一個框架，就係、入教禮典。咁內容咧就以凡爾憲章嘅精神，但係冇餡嘅。只是有一個方針嘅啫，咁所以咧，依、這個已經係一個進步啦，慢慢嚟啊，所以佢冇話出教理書嘅。OK， 好，答案就係 C 啦 ，C for cat 教理指南同埋成人入門聖事禮典啦，係唔係教理書啦？絕對唔係教理書，更加唔會出新要你問答啦，俾主教哇反抗啊嚇、六大訴求添可能有，所以咧冇辦法去配合到。OK， 好，跟住啊，這個是香港啊，香港教理中心喺歷史入邊啊嘅職員啊，依、這個我係講緊，哎呀，可唔可以提喺咩年代呢啊？總之係60-70年代啦嚇，60-70年代被邀請去出席一個教理講授嘅會議，國際會議。A 係邊一個會議呢 a 教理教授指南嘅諮詢會。B 凡爾後嘅教理研習週。C for cat 1970年聖職部開了一個叫做主辦的國際教理大會，是準備教理講授指南出版的、這個大會 C 啊。D 咧就係、由教廷咧委任一個雲格曼的徒弟叫做菲士爾啊，佢主持一個嘅成人入教禮典的草案會。咁呢兩個 C 同埋 D 咧都係真實有呢個會議嘅。咁但係香港當陣時嘅鄭寶聯主任同副主任同埋。當時第一屆的主任濟利六神父被邀請去參加的是哪個會議呢 ABCD 有沒有那麼高層次呢不知道、香港的時候台灣都被邀請去參加的、田一鳴
填了没？二十题填了没？好，答案是 B for boy， 教你研习咒啊，按住梵语的精神咧，泰国啊、曼谷啊等等地方咧，开一个东亚区一个教你研习咒，由教廷嘅人去主持嘅，云格曼亦有参加吓，佢嘅徒弟亦有参加，咁咧就开始嗰个研习咒，咁所以咧呢个咧都好有福气啊，教会即系第一次啊一个，所以呢个就系郑宝联主任啦吓啊 ，OK 好。跟住咧，全靠佢啊！佢我恩師嚟嘅，所以特別要提佢啊！冇佢就冇我噶啦，咁樣啊，做教理培育。好啦，跟住21題啦。按照教理講授指南嘅訓示，71年又好，97年又好啊，有兩有舊有新嘅嚇。教理工作嘅要考慮乜嘢咧？依、這個你哋可以憑自己嘅經驗。當我哋教理講授有四個要素嘅，第一個咧 A 咧就係關於職務、司铎同埋堂區傳道嘅職務。B 是關於教理的內容 ，C 是教學的方法 ，D for dog 咧係教理對象嚟參加教接受培育的人的身心發展、信仰程度、需求同埋社經文化背景四個元素，有對象、有內容、有方法、有職務。做教理工作的人優先要先考慮乜嘢？依本咧就係97年嘅教你講授指南，頭先個英文版嘅簡介啊，啊依本簡介嚇，亦係我啱啱讀完教你翻嚟第一個工作啊，覺得好重要依本書啊，要一個簡介翻譯咗佢。咁入邊有四個要素嘛，咁今日我哋做教你工作，邊個要素優先要考慮咧？咁樣好啦，填咗未？答案係。D for dog 啊，證明你哋真係教育界噶啦。先睇下個對象嘅年齡、能力、需要，我要開咩班啊？我開堅陣班，我就揾啲咩教你內容，配合咩方法？我開個領洗後入教後嘅小團體，有幾多人？我知道曬個對象，我就先要諗下用咩內容，用乜嘢嘅方式係嘛？最後咧揾邊個去做？點去開會？咁一定係先睇對象噶。咁呢度咧係都係教你講授指南提我哋個對象，從個身心發展啊方面咧，文化背景咧好需要噶。好，好啦，第22題啦，邊一個唔係教你講授指南？唔係啊，同埋成人入門聖事禮儀禮典所提供嘅教你培育框架，邊一個唔係嘅？佢冇提過依一個框架嘅，係後嚟啲人可能自己搞出嚟㗎。A 要按住真理嘅系統編排課題 ，B 配合禮儀練 ，C 應用一本福音嘅脈絡 ，D for dog 各培育時期要配合主日嘅聖道禮儀。咩嘅 RCIA 啊？就係 R 係 rites 禮儀。C 是 Christian 基督徒 ，I 是 Initiation 融入啊入門啦、啊、，A 是 Adults RCIA 成人入門的四時期三階段啊，是為成人的可唔可以為細路仔啊？叫做 RCIC 將成人入教的方式四時期三階段三年的培育用在一個非信仰背景家庭背景的非教徒的小朋友。他哋幾歲啊？三件聖事一齊領啦，就係、是、喺 RCIA 嗰度咧去適應出嚟嘅一個嘅 RCIC， 所以咧 RCIA 係指一個成人入門聖事禮典，但係呢個禮典嘅最後嗰章係有一啲指引咧，你當你要做 RCIC 嘅時候咧，要點做？呢度有嘅，我就想順便提一提呢度啊，因為後嚟有啲問題有關嘅會。好啦，邊一個唔係佢所提供嘅框架？C for cat，C for cat， 按一本福音咁去教，冇咁講嚇。當然有啲人話：，哎，這個、好好，呢、這個冇問題啊，佢冇禁止啊。不過佢提供嘅培育係 A、B 同埋 D。A 咧就係按真理嘅系統編排課題啊。咁咩叫真理嘅系統呢？按住教你講授指南所提咧，真理嘅系統咧就唔係話某啲真理重要過某一個，或者邊個先邊個後，先係重要，後唔重要，而係第一個道理咧係
基礎嚟嘅。第二個道理係建基於第一個，第三個係建基於第二個，咁樣循步漸進嘅。咁所以，譬如話，如果冇咗天主創造依個真理嘅話咧，我哋唔能夠講到人嘅墮落、人選擇離棄天主，冇咗人嘅原罪咧，我哋亦唔會講到咧係舊約天主嘅許諾。冇咗天主嘅許諾咧，就係冇亞巴郎啊、梅瑟啊、先知啊、君王啊、衝軍啊、南北國分裂啊，咁直至到耶穌基督啊，即係來臨。冇耶穌基督嘅來臨咧，就唔會有耶穌基督嘅教訓啊、宣講啊、比喻啊咁樣樣奇蹟啊、教導。冇佢嘅奇蹟咧、教導咧，亦唔會有耶穌基督嘅復活升天。冇升天就冇聖神降臨，冇聖神降臨就冇教會，冇教會咧就唔會再講到禮儀聖事，亦唔會有倫理生活。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依個就係叫做所謂真理嘅系統。如果我哋唔跟依個系統嘅話咧，可能啲道理咧就係唔合邏輯啦，冇一個基礎啦。咁所以依個咧就係其中一個目標咧，係聖人入門聖事禮典咧提嘅。要按你系統去講道理，但係同時咧，亦按住禮儀年嘅慶祝配合啊，每一個周年咁樣去配合主題。咁所以喺每一年裏面咧，都可以咧按住唔同嘅時期啦，就做依個聖道禮儀。咁依個就成為咗教理講授嘅框架啦。咁依個係教理講授指南同埋聖人入門聖事禮典咧，係講出咗依三點嘅。到第23題啦，以下邊一項唔係成人入門聖事禮典19號對平衡入教者嘅準則 ？A 咧就係接受系統嘅教理 ，B 咧就係參與合適嘅禮儀 ，C 咧就係實踐社會嘅行動 ，D 咧就係試圖嘅皈依生活。咁你睇到個題搶咧就是、右邊啊，湯書記啊進行依個係考核附由禮啊。咁啊，成個入教嘅過程裏面咧，係有咩準則咧？大家諗諗啦，邊一樣唔係入教嘅準則啊？去平衡有冇資格啊？依後世者去進教，咁答案咧唔係嗰個咧就係 C 啊？點解咧？因為咧，我哋教你講授19號嗰度咧，喺成人入門聖事禮典咧就指出咧，要求咧有四個準則嘅，一就係系統嘅教你講授，頭先講啦，真理嘅系統嘛。B 咧就係要配合禮儀，咁所以咧係有慕道嘅禮儀嘅，譬如話考核附由禮啊、甄選禮啊，或者係一啲基本佢哋要禮儀生活同埋信仰要配合嘅要求。第三咧就係有皈依嘅生活，唔單止係知識嘅培育，仲係有咧行為嘅改變嚇。咁仲有一個咧係實踐嘅，不過唔係淨係實踐社會行動。喺19號所講咧，第四個咧就係試圖生活嘅見證。依個見證咧係用言行嘅見證，唔係淨係社會嘅家庭、工作啊。道德生活、人際關係啊，成個祈禱生活、靈修啊，都係實踐嚟嘅，就唔係一定要上街示威啊、遊行啊，用依個方式表達咧，先至係叫做皈依啊。咁所以依個就要闊過 C 啦。咁所以 C 依個就好狹窄啦，就唔屬於咧19號入邊所提嘅一個準則。題目24啦，啊依個經典啦啊，右邊嗰個咧係我。當年咧就讀神學啊，畢業嘅時候啊，胡書記咧頒獎狀俾我嘅，係1992年嘅時候。咁咧同胡書記有關嘅呢題問題，就係問咧以下邊一項咧係香港教區喺1980年代初推行四時期三階段嘅成人入門聖事培育禮儀啊過程嘅啲困難啊？邊一樣困難係障礙住阿胡書記咧去考慮咧要唔要推行咧咁樣樣？咁啊 A 就係缺乏地區主教嘅支持 ，B 就係因為得唔到堂區嘅完全配合 ，C 咧就因為冇教理書、冇禮儀書嘅配套啊 ，D 咧就係冇傳道員嘅培訓啊，做唔得到培育，所以咧推行唔到啦。
咁今日咧，我哋教會咧就係年半到兩年啦，入教過程啦。咁係當年咧就係阿胡書基咧最後拍板咧，80年代去開始嘅時候咧就去做嘅。咁最初佢拍板做嘅時候困難喺邊度咧？咁樣樣嗱，答案咧係乜嘢啊？困難咧就係 B for boy 未得到堂區嘅完全配合，因為主教支持擺明啦，胡書記係香港主教嘛，咁啊當然佢會支持先啦。第二咧就係主教唔支持就做唔到嘢噶。第二咧就係教區要配合啦，教區嘅教理中心同禮儀委員會都要配合。當陣時咧教理中心咧已經有辦傳道員嘅教理班課程噶啦，65年開始已經有個課程，咁啊，跟住咧到凡爾改變之後，到依個入教禮典進行嘅時候咧，都出咗一啲教材嘅，係有配套嘅，譬如與基督邁進啊等等，咁啊配合依個慕道嘅培育，傳道員培育。咁至於禮儀書方面咧係有嘅，譬如今日咧你哋打開四旬期禮儀嘅時候咧，你發現啊第一主日啊。同第三、第四、第五主日咧，嗰個考核禮、考核附由禮同埋咧嗰個甄選禮咧，都已經寫咗喺度噶啦，所以走唔甩噶。咁啊，點解最初咁難推行呢？就因為咧，當陣時咧啲堂區已經慣咗用要理問答，咁啲神父覺得好有困難嚇、做呢樣工作，咁一時間咁推好困難，咁所以當陣時咧，其實教區咧係請咗一位美國嚟嘅學者啊，係講解嘅，係分批啊，同神父講解啊，同傳道員講解，咁啊，最後配合埋禮儀書、教理書，咁先推行。但係仲有啲堂區咧，係唔係好認同啊，同埋好有保留嘅。咁所以80年代初咧，胡書記就話咧，好就試行啊，依個成人入門聖事禮典，咁一試到而家咧，就一路都係延續住啦。咁變咗第三、第四、第五主日咧。咁咧都係有考核附由禮，就由主教咧喺香港新界九龍區去親自主持，甄選禮咧就係留待同埋修錄禮留待堂區做，咁啊培育嘅年半到兩年咧就跟襯住啊傳道員嘅培育咁樣樣，咁一樣嘢咧禮委會啊楊正義神父啦啱過身啦嚇，就佢會知道呢件事歷史啦嚇，佢同教理中心鄭寶蓮女士啦嚇鄭姑娘咧係去兩邊教區去籌劃嘅，咁啊而羅神父咧亦會見證到依一個歷史啊，有機會你可以問下佢嘅。25題啦，邊一部文件咧係講明咧教你講授嘅工作係屬於宣講福音，即係福傳啦，使命之一嘅嚇，依個係福傳啦嚇，就唔係福音啊，澄清一下。咁咧就係有四個答案嘅。A 咧就係教你講授指南 ，B 咧就係聖人入門聖事禮典 ，C 咧就係在新世界中傳福音 ，D 咧就係福音的喜樂，福傳宣講福音啊！教你講授係屬於佢嘅一環嘅，邊個文件係講到明咧？咁答案係乜嘢啊？嗱，睇水啦嚇，右邊嗰度提咗噶啦，答案咧就係 C 啦。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因為咧喺教理講授指南同成人入門聖事禮典入邊咧，都講明咧最初就話宣講福音咧係準備人咧有系統地接受教理講授嘅。宣講福音就係輕可啲嘅，譬如話你做啲愛德見證啊，香港嘅學校宗教教育啊，同人講下耶穌基督啊，介紹下啊，做報道會啊，叫宣講福音。咁之後就教你講授，過往係咁了解嘅。咁直至到 C 啦，就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即係圖依個版本兩個翻譯版本裏面咧，就正式講明咧，所有一切堂區嘅牧民工作、傳教工作、教理講授、宗教交談、基督徒合一，全部都係宣講福音嘅表達，有言有行，包埋禮儀、社會見證，都係將福音咧去宣講，去見證實踐，同埋咧通過禮儀咧係去滋養嚇等等，咁所以咧所有嘅牧民活動都係宣講福音，而教理講授就係當中咧一個福傳入邊咧一個必須嘅環節，使人咧
好似頭先一開始我講一條橋咁樣啊，使人咧由冇信仰到有信仰啊，一個橋使人咧能夠咧進入教會延續信仰。咁所以咧佢係初傳，今日我哋叫做以前宣講福音咧，今日叫做初傳。初傳之後咧就係教你講授正規嘅，跟住咧就係延續。教你講授培育，咁呢一度咧喺福音的喜樂咧，後嚟都會講多啲嘅，特別喺初傳同埋釋奧教你講授嗰度。咁但係依一個問題裡面咧，指得好明咧，教你講授屬於宣講福音復傳嘅一環咧，就係屬於 C 嘅依個文件，在新世界中傳福音。第26題啦，以下邊一項唔係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喻裡面？有關教你講授嘅復傳方向咧，頭先講嘛，教你講授係復傳之一嘅工作嘛。咁佢方向係乜嘢咧？邊一樣唔係咧？有四個選擇 ：A 咧就係福音本地化 ；B 咧福音社會化。所謂社會化就係著重基督徒合一、宗教交談嚇、關懷弱勢社群等等。C 咧就係將福音咧神學化 ；D 咧就係將福音生活化。咁你睇下隔離啦 ，dignity justice 嚇、一個提示係乜嘢答案呢？答案咧唔係唔屬於教你講授嘅復傳方向嗰個咧，就係 C for care， 因為咧我哋要喺新時代將福音傳俾人嘛，應該係配合本地文化，配合社會嘅需要嚇，唔同宗教嘅交談嚇、合一啊，唔同宗教嘅基督徒宗教嘅團結，跟住咧將福音咧去生活化講喜信，唯獨神學化咧啊，仲要講得咁深添嚇、福音神學化咧更加抽象啦，唔使傳啦，咁所以依個答案就唔啱啦 ，C for care 就不對的。題目27啦。提出分門別類及互補的教理講授是哪一部文件呢 ？A 就是教理講授指南 ，B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 ，C 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 ，D 救主的使命。哪一個答案是啊？憑圖會猜到啦。是啦，答案就是 C， 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咁呢一个咧就系约望保禄二世上任之后第一份嘅劝谕，系延续住嗰、那个世界主教会议，系一个会议系讲教理讲授嘅。佢系第一上任之后咧，佢系将佢编成一个劝谕。咁呢个劝谕里面咧系讲清楚教你讲授咧，唔单止系复传嘅一部分，好强调教你讲授一个独立嘅职务。呢、这个职务咧需要咧有唔同嘅对象、唔同嘅教材、唔同嘅班级咧去配套，由儿童到青年，由老人。亦係有家庭嘅，有處境性嘅培育嘅，有社會性嘅培育嘅，有唔同嘅對象嘅嚇，勞工啊、工人啊、工作人士啊、大學生啊、科學啊、科技啊，有唔同嘅需要嘅教你講授嘅，咁咧但係要分門別類同埋互補，係一個扣一個嘅，唔會斷層嘅。咁所以點解今日嘅堂區咧，我需要？依、这個分門別類同互補咧，就係使到我哋嘅由出世嬰孩洗禮開始啦，父母嘅培育啦，主日學嘅培育啦，初領聖體啊、堅振班啊、青年班啊，後嚟咧到成人慕道班啦、延續培育嘅唔同模式啦，成人嘅教理啦、再慕道啦。配合社會啦、聖經啦、靈修啊、禮儀啦嘅一啲培育啦，直至到老年啊，咁啊一個希望嘅教理講授。咁所以咧，我哋全個嘅方位咧，第一次咧比較係明文實字有一個系統嘅文件咧，就係、依一本《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啦。好啦，以聖神作為內心嘅導師，以瑪利亞為教理典範。作為總結的文獻是哪一個呢？教人通常是用瑪利亞作為結束的嘛，是吧？教宗的文獻，但是呢加上聖神是內心的導師，是哪個文獻呢？ A 教你教授指南， B 新世界中傳福音， C 論現時代的教你講授， D 救主的使命。你看這個題目，以聖神作為內心導師，以瑪利亞為教你典範，是哪些文獻呢？圈了沒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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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你明白，是消防劇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他特別提出馬利亞是一個活教理，是一個 living catechism， 生活的教理。教理不是憑講的，教理是憑整個人的生活見證和祈禱的。所以這個呢就是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所以這個土地亞星神的愛火，跟隨馬利亞成為第一個宗徒去活出信仰的見證。好了，以下哪一個文件是第一次用新福傳這個字？新福傳這個字是什麼文件開始第一次用的？以下四項 A 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 B 救主的使命， C 1997年的教理講授指南， D 福音的喜樂。 B 救主的使命。好，先寫先圈圈了沒有？邊個明白？邊一個是第一次教會用新福傳呢個字嘅？嚇！使命答案咧就係 B 房 boy。佢嗰陣時咧好清楚咩新福傳啊？新福傳係為一啲喺在俗生活裏面咧被俗世生活所蠶食的教友、冷淡教友，本來我是信咗教嘅，但係不知不覺間啊，誘惑啊！工作很忙啊，家庭啊等等嘅嘢，我慢慢離開教會啦，係為佢哋咧去重新扎根信仰。所以咧，呢個係為最初嘅意思係咁樣樣嘅嚇，為俗化社會下嘅教育嚇，翻譯教士嚇嘅一個方針新傳。今日咧，咧講埋少少多啲意思嚇。OK， 好啦，三十啦，快啦，三十六就完噶啦。天主教教理係1992年先用法文版去刊布。1997年先用拉丁修訂本去派布，點解呢？A 主教嗰陣時咧無法用拉丁文去睇初稿，所以無法用拉丁文去翻用法文出先出先咯。B 方案出版統一教理書咧，一直係最大嘅爭議嘛，大家咁啊，唯有法語係主教咧同意畫出普世教理書，咁啊，所以就翻1992年用法文出啦。C 係特意咧初版咧。刊布之後，特意用法文出，後嚟再修訂，表示呢本書好重要啦，好似天主教教法典啊，1983年都有修訂版啦，嚇，好重要，咁所以專登咧係用法文先出嘅，後嚟有拉丁修訂版。好啦，啲講多，先以法文出，睇下大家受唔受用，試用下先。大家 like 啦，中意啊，俾個 like 佢啦，我就出拉丁文。好啦，邊一個係答案咧？邊個名？邊個話？邊個答案？你諗到係 A 貨咧？當時主教攞咗啲初稿拉丁文食喎，俾唔到意見喎，主教拉丁文下下落啊，咁錯啦。誒咁法文咧，法文 OK， 大家都識嘅，咁啊用法文版去問佢哋攞意見，最後咧就1992年咧先用法文版出，1997年咧用拉丁修訂本再出。1997年出嗰本咧，就係8月15號嘅，就係同教理講授指南同一日出嘅，表示兩個係分開啊。咁呢本1992年嘅天主教教理幾出咧，係10月11號。10月11號係咩日子啊？10月11號係梵蒂岡第二大公會議1962年嘅開幕。10月11。咁而呢本教理書出版咧就係10月11號，表明佢係按住梵二嘅精神所編寫嘅。梵二要更新信仰，嗰、那個永恆嘅福音係唔變嘅，但係用咩現代語言、現代方法配合新福傳去帶出嚟咧？咁咧就話咧啊，呢本教理書就比較鹹味啦。咁所以咧，1992年咧就係10月11號出。所以點解信德年咧嘅開幕禮咧係2012年嘅？10月11日就係、是、要慶祝梵蒂岡大公會開幕50周年，加埋天主教教理出版咧20周年，所以2012年嘅信德年係10月11日嘅。但係1997年嘅版本咧就係8月15號同教理講授指南同一日出。咁你發覺咧，香港版就係咩顏色咧？係綠綠地色嘅，而台灣版咧就好靚嘅，咩顏色啊 ？Pink Lady 啊！粉紅色的啊，台灣版，但內容係一樣嘅，因為係第一次香港同台灣共同去合作去編譯一本書，用嘅言語係一樣嘅。咁自此以後，而家我哋教會文件兩邊都有通嘅，都係同一個語言㗎。呢個都係好嘅開始啊！好啦，
邊一個唔係九七年教你講受指南對修訂一九七一年教你講受指南嘅主用的 A 加入咗天主教教你嘅應用 ，B 配合教你新復傳嘅使命 ，C 更新信仰歸依同埋傳教歷程 ，D 鼓勵凡以後出版地方教你地方教會咧去出版啊。鼓勵凡以後出版地方教你書，鼓勵地方教會出版教你指南同埋教你書咁啊。鼓勵凡以之後咧出版有地方教會嘅教你書同埋咧地方教會編寫教你指南，邊一個唔係佢修訂嘅？頭先睇一搶啦，唔係邊個嚟？係司法劇。佢主要出修訂係因為配合天主教教理嘅出版。第二，對於復傳嘅概念已經改變咗啦。啊，新世界中傳福音，所以咧佢配合，同埋咧佢希望地方教會按住本身嘅指南咧去編寫凡以後嘅大書。你用要你問問又好，用唔係又好，編啦。咁而家好安慰啦，至少我哋傳教團已經編咗 UCAT 啦 ，UCAT 啦，已經係由地方教會啦，但係等待其他地方教會都要編自己嘅大書。如果唔係咧，冇一啲本地化嘅，咁所以答案係乜嘢？係私房劇啊！依個唔係佢主要目的啊！依、這個個案都有講噶，關於信仰歸依啊，啊傳教歷程。好啦，齋二啦，邊一本教理書唔係按住傳統教理四大支柱所編成嘅？唔係 A 一九九七年天主教教理拉丁修訂 ，B 二零零五年天主教教理簡編 ，C U Can D U Can。天主教教理簡編 ，You can, you can。我嘅提示就係、是、聖經係我哋要回響嘅聲音。教你係爸爸，依個係爸爸，教你係大仔，簡編係細仔，依兩係表弟表妹嚇，唔係本世教會出嘅依兩本。但係一個脈絡咧，邊一本唔係跟住教你四大支柱嘅？簡編係。答案係。D for dog， 都劇，都劇唔係按住教理四大支柱嘅。都劇呢本書係講社會憤怒嘅，佢跟嘅書係跟住叫教會在社會憤怒互編，按住佢嗰十二章咧去編佢十二章，所以非常社會性啊！呢個都劇嘅文章文件，其他咧為青年培育咧 ，U 劇咧係按住教理嘅，咁有一個對照表啊，有佢書嘅。3.7-3.7 你會看到 UCAT 和 DOCAT 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以及為何會有這兩本書呢？甚至有多幾本的，有 UCAT 的聖經，有 UCAT 的堅鎮，有 UCAT 的祈禱書，這個已經出了。剛剛台灣會將會出一個 UCAT Kids， 為小朋友的 UCAT 書。剛剛我很有幸幫他做審評，所以剛剛上星期審了給他們，他應該是3年之後會出的。好啦，呢個問題就係啊 ，Do Care，Do Care 講明咗現今教會嘅社會憤怒文件咧，由傳統嘅12份變成14份，傳統嘅12份啊，就係從2013開始啦。咁多咗2份，多咗邊2份咧？咁答案有 A 福音的喜樂，我哋喜樂 ；B 上主的話同信德之光 ；C 愛德的聖事同生活的基督 ；D 願你受讚頌同埋在真理中實踐愛德。哇，好有智慧，而家好關心社會喎，其實啊，係邊火多？就係、是、願你受讚頌係講環保嘅，在真理中實踐愛德咧，呢個係社會憤怒，係滿足16世紀一個係風勢國教中，係加多呢兩個文件。咁其他咧，呢個係講乜嘢啊？講婚姻家庭嘅，呢個咧係滿足16世紀講上主聖言，呢個係講聖事。信德之光咧係兩個教宗合作，佢喺信德連出嘅。生活基督係講乜嘢會議啊？青年嘅嚇，咁所以咧睇到分度咧係 D 嘅。OK， 好，34啦，邊一個唔係教宗滿足16世紀喺任內有關教理講授工作嘅貢獻？不是佢嘅貢獻。第一，成立促進新福傳委員會 ；B， 頒布天主教教理簡編 ；C， 三屆世界主教會議，尤其喺信德年咧討論新福傳嘅議題 ；D， 慶祝信德年嘅結束日，嗰日咧就頒布新福傳嘅終狀勸喻啦。邊一個嘅唔係佢嘅貢獻咧？真係答唔到就係冇咩機會聽啲嘅嚇。
是 A 圈了没左没圈了答我们答案是 B 火多因为他临时离开就是身体问题的、啊、他在信德离开的时候是三个主教会一个讲天主圣言一个讲圣事最后有圣言有圣事就讲复传新复传但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离开了一个很难受的决定大家很惊讶他临离开那一刻决定所有教会讲授的职务现在不给圣职务负责转了去给一月份转了给成立促进新福传委员所以现在教你讲晒是属于新福传是为新福传是用新的方式新的语言配合世界同埋需要在座的教友的协助去推动那他做埋这个转接埋教你的工作他就说啊我去为了、啊、所以呢解篇是他出的、啊、那信德的结束呢那天呢是基督君王战那天是由方济国教宗出新福传的文件叫什么名字方济国教宗在信德年结束那天出新福传的文件第一个文件福音的喜乐所以福音的喜乐是讲福音新传的本来是本福音世应该要出的三年来主教会但是出不到就由方济国教宗在结束日出基督君王圣诞咁跟住啦，呢一個係方濟國教宗福音的喜樂嘅新福傳方向核心咧，核心全部都係佢講嘅。邊個核心？你覺得新福傳嘅核心？第一，發展宣信教理同埋釋報教理，走上美麗之道嘅教理革新。譬如話而家我做啲 cat casa 圖像啦，用圖像，用啲網絡嘅，係叫美麗之道嘅教理講授啊。咁啊，呢一就係話。因著與主的相遇要更新內心活出天主子女的福音生命和使命 C 就是更新一些活在在族中的冷淡教友這個是救主的使命講的新福傳還有兩類教友教友的文同埋對外傳教都要新福傳因為今日的世界呢受族化社會影響很深不是只新教不是只老教友 有冷淡連新教友都要面對住族化社會的影響所以呢所有的教會都有新福傳的意思新福傳意思是什麼呢第一就是教會的更新帶領牧民和傳教的歸依最後要做烏斯塔做傳教師傅所以呢就整個教會的更新你覺得哪一個是新福傳最核心的沒有那個呢大家不用說了是 B for all新福傳新代乜嘢？不斷在主內相遇嘅話，如果你冇同主內相遇過經驗咧，我唔能夠有福音嘅喜樂，我唔能夠活出福音啊！今日我哋乾啊，點解？社會嘅壓力、堂區嘅工作、家庭嘅困擾，好多嘢我哋冇睇唔到希望啊！就係我哋嘅眼唔開心唔開，點樣開啊？因住同主相遇，成個子女嘅福音生命咧，就會再活化，再有使命，先可以做傳教士，先可以改變。用新精神、新態度、新熱心、啊、去做福音生存，咁呢個就係35。最後一題啦，36啦，邊一項係近代教理講授工作嘅爭議，係而家香港教區現時有所回應嘅爭議呢我入邊本書咧好多爭議都係教會、普世教會好多爭議啊，其中咧有一個咧係今日香港教會係要回應嘅一個爭議。A 兒童入門聖事的一體性 B 宣信和釋報教理的落實和小團體的發展 C 教條化和本地化的教理的平衡、啊、太教條了太本地了太有太多經驗了、啊、怎麼平衡聽 D 就是聖經神學和牧民的界定 A 我是寫你聽到沒聽到沒是的跟住教會文學係爭議，啊大家好爭議，細路仔點樣三件聖事一齊嚟咧？領堅陣咧幾多歲啊？全部九歲，聖體領堅陣，唔係基教咧，唔使教定係教友嘅。總之嚟咧，六歲就培育佢哋，九歲就三件聖事一齊嚟。咁你乜使佢唔去聖堂啊？咁啊好多好多呢啲爭議，咁呢個咧都係嘅，我哋今日教會關心。好啦，36題裏面啊，邊個係有睇一睇？有18題以上的有冇啊？啱18題以上的有冇啱18題以上？
你十五題你幾題啊？嚇，你十八題你啱達標，啱達標。咁本來咧，我就嗱呢、這個我本書要送俾你嘅，嚇，你可送俾朋友嚇，有咗朋友。咁咧，咁咧就係一個 bonus 嚟嘅，就係話嗱呢個好公民抗命啊，公民抗命係嚟自邊一本教理書嘅訓導？有冇呢樣呢樣嘢先？公民抗命嘅教理好唔好啊？呢、這個你覺得好唔好啊？你公民抗命。咁講佔中好唔好？打錯啦！嗱，咁公民抗命嚟自教育英文教育書有講，你估下？係啦，東劇公民抗命，但係佢抗命喺邊度啊？佢抗命講明咧，呢個抗命就係有一個手段咧，使到當權者咧能夠妥協。係邊個當權者啊？喺勞工方面，譬如話僱主或者嗰個政府制度咧，剝削啲員工，用罷工嘅方式，用咁樣嘅抗命方式咧。去抵制翻，去威嚇翻個政府，係一樣嘅啫，唔係其他嘢。咁啊，你可以諗下，呢樣嘢，如果教會係要用呢一個方式成為我哋信仰表達嘅行動，咁應該寫喺地方教義書。地方教義書但係冇嘅。咁咧，嗰只教義書咧，呢個 UCAT 咧係地方教義書啊，係有咁寫。咁我工作一路咧，我就多謝大家出席先啦。咁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呢本書其實咧。有一個初版的初版就是在2005年的時候呢去日本即是避世的時候呢就出了一本教你講授十講啊。我一時候真的覺得我所有的功力都擺在十講啊，我不再教書了，我離開了教區了，我去隱世了。那但是現在呢就忍不到世了，還有兩講就變成台灣。那這十講呢其實就是這本書的第一冊，但是很多的翻譯啊、內容啊等等呢我是再集過來的。因為如果有些人有誰有十講就要搜一下十講，多謝你支持啊。十講的時候有什麼不同呢？第一呢，今天我已經加了很多牧民神學的新知啊，第一點啊。第二點呢，十講是沒有活讀十六世紀方濟各教宗的教理訓導的。第三呢，就是今天我多了是關於天教教理的新復傳的反思，同埋教理解篇的評價。因為在十講裏面呢，我是不敢評價教理解篇的，因為它是2005年出版，我本書是2005年啱出版，我怎麼評價不到嘛。但是已經過了成十幾、十二年啦、十四年啦，咁而家我就有評價教理解篇。咁最大的評價是咩呢？就是這本解篇呢最柴佢台咧係邊本咧？最柴佢台咧就係奧地利傳教團嘅推介。講多兩句，點解有 UCAT 出現咧 ？UCAT 咧就因為當陣時有人舉手俾主教我哋聽，你推介一本天主教教理解篇，根本就係多餘嘅。依本書唔夠 cool 啊！青年需要更酷的東西啊！依本書唔掂噶，唔得啊！咁嗰啲柴佢台嗰啲人咧，就組成小組，就開始編青年教理系列嘅教理書。咁所以如果睇青年系列教理書 UCAT UCAT 咧，你係揾唔到佢係引用天主教教理簡編嘅，佢係唔會引用呢本書嘅，因為佢同佢有仇。啊！佢唔會引用嘅，佢係唔同意每次出青年教理嘛。所以而家一系列嘅青年啊、兒童啊、聖經嘅系列咧，都有佢嘅方法咧，去表達信仰，用新嘅方式學識青年。所以呢個係一個革新啦，我會説。咁另外一個革新咧，就係、是我最新嘅咧嘅文件咧，係有愛的喜樂啦、真理嘅喜樂啦，同埋生活的基督咧，係好討厭嘅嗰樣，因為咧佢係八月出版，八月出版。六月出版，我五月仲打電話去，我有嘢改，有嘢改，仲要改，乜仲改啊？好 perfect 喎，因為教宗啱出咗佢生活的基督，我要改，我要加嘢改，改到最後咧先至出到呢本書啊！俾你嚇，但係原來改問題都係咁多嘅，其實上年期第三主任、青年主任呢啲我已經揾翻佢講啦，我再講第十三講啦。咁跟住咧，最後一點咧就係、是、我嘅書入邊嘅所有論點咧。教理為優先翻譯英文啊，跟住又神學前啲等等，希望咧有一個統一嘅現象，希望帶翻起大家對教理傳統啊傳承嘅重視。咁如果你話啊好想對教理再睇一啲免費資料喎、免費咯，有好多嘅譬如 podcast 啊等等嘅介紹啦，其實有一個網站咧，這個、呢一個咧。
就是有一個連結，但係可以影相呢個係富人的神學院嘅，我會將好多嘅連結啦、啲文章啦，喺教理方面咧我都擺上去，同埋咧有個教理講授專欄嚇，定期咧我都有啲新嘅反思啦，係再擺上去，希望繼續同大家喺教理嗰度係前行嘅。咁就仲有一度咧，就係、如果你 Facebook 要同我哋今日Joseph 啊錄影咗啊啲內容去再剪輯咧，我都希望喺個福音生存與教理講授呢一個群組 Facebook 啊，同大家分享。咁另外我一個入教唔同嘅教理講授方式咧，就係聖言中毒。咁呢度咧，我都希望咧，我會同大家去分享，即係聖言啊，為教友生活方面配合主人。咁所以呢兩個都係支援啦。咁同埋頭先富人神學院嗰個網站咧，原則上我希望啲片咧，如果佢夠位都擺上去都可以，因為有啲人話俾我聽唔同 Facebook 嘅啦，咁所以咧希望多個途徑或者 YouTube 我擺咗 YouTube 網址啊 ，YouTube 後嚟再俾條 link 大家再傳出去，都可以重温翻，同埋按住頭先嘅啲問題咧，嗰啲參考咧係可以睇翻呢兩本書嘅內容啊，希望幫大家繼續開展我哋嘅教理傳承。按住教會訓導啦，能夠將我哋嘅教會講授能夠實踐，配合教會方向同埋我哋基督信仰精神，係有賴大家信徒啦，以新嘅方式、新嘅熱忱去做福音生存。咁就唔好意思啦嚇，遲咗十分鐘啦，多謝大家。